我们看一下酿酒原理啊，比如说我们这儿最多更多是高粱嘛，粮食中是不是还是有什么淀粉？经过淀粉酶的水解，生什么？还是一样，比如葡萄糖啊。那么葡萄糖呢啊，再发酵生成酒精，再蒸馏就得了白酒。《水浒传》里啊，那个武松是不是一口气喝了18碗酒啊？还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，对不对？我估计这老虎应该不是母老虎。啊，同学们，武松到底喝了什么酒？假酒啊！啊，朋友们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啊，武松喝的不是醪糟吧？啊，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的白酒，当时18碗酒啊，相当于现在的5斤白酒。5斤白酒，你还想上山打虎吗？应该去医院洗胃打针啊。那酒喝多了，第二天是非常难受的。就是有时候啊，有人跑过来劝酒啊，特别是女同胞过来，我都感觉他在说：“大郎，请把药喝了。”那么提到抽脂呢，据说啊，西天取经以后啊，那个猪八戒呢，他要一雪前耻，他立即飞到了韩国做了抽脂整容手术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帅哥。当晚呢，他就进酒店嘛，就碰上了艳遇，聊着聊着嘛，就对美女感叹到啊，这韩国的技术鬼斧神工啊啊！你一定不知道，我以前就猪八戒吧啊！这个美女一听啊，顿时一惊啊，二师兄，我是沙僧啊！这泰国的技术更厉害，对不对？同学们，我们抽脂抽的什么呀？脂肪嘛，是不是脂肪？那脂肪又叫甘油三酯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这样说，我们抽出来的应该是那种金黄色脂肪和油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因为我们抽的不光是脂肪，它是抽的什么？不是肥肠，是抽的什么呢？是抽的脂肪细胞。那么脂肪呢，它参与人体的多种生理过程啊，它是人体的能量密度最大的储能物质啊。那么当甘油三酯多了，脂肪细胞就变大，最大能扩大到什么？4-5倍，肥胖就发生了嘛，是不是？我有一次啊，从近2米高的围墙摔了下来，然后通的一声，众人吓得魂飞魄散嘛。我竟然起身拍屁股就走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？皮糙肉厚，脂肪多嘛，对不对？扛摔，然后脂肪救了我的命，对不对？从那以后呢，我妈呀，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给我多加几块肥肉，她就教育我啊，做人啊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赶紧把这肥肉吃了。妈呀！一会儿有吃饭就下顿吃吧，我都吃得发吐了。我妈的套路深啊，是不是？但脂肪多了就变成肥胖，就容易出问题。这个在古希腊有一个医学之父叫，一个叫什么？他叫希波克拉底啊。他说过啊，肥胖本身不是一种病，但是呢，它是其他疾病的征兆。所以我们减肥不是光为了美吗？还是为了什么？让我们身体更健康。所以要运动，对不对？可很多女生啊，她一谈起跑步要长肌肉啊，是让举重吗？对不对？那个维密天使知道吗？维多利亚的秘密那个走秀嘛，那身材那气质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有健身和运动的习惯。所以同学们啊，特别女生姑娘们，你现在还可以自称萝莉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运动，如果你不运动的话，过不了多久啊，你就不能叫萝莉了，应该叫罗汉。东西方啊都对酒偏爱有加，而阿拉伯人他却规定不能喝酒。他们喝什么？咖啡，就是咖啡嘛。那么咖啡的主要作用提神醒脑，起这个作用的物质叫什么呢？咖啡因嘛。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啊，反正很紧张嘛，摩卡呀拿铁我也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只知道要多放糖嘛。我那个朋友还诚挚建议我，你快跟老板说一下，叫他多放点葱花，可以增香啊。我觉得有道理嘛，可以增香嘛。喝了一杯咖啡以后啊，这一晚上都没睡着啊，太提神了。那除了学习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提神？知道吗？顺产生孩子，这说的好像我生过孩子一样。临产的时候，然后疼的饭都吃不下了，你都没力气生了怎么办？啊，剖了吧，是不是剖了吧？娃好不容易生下来呀，一上秤，这小子竟然长了8斤多呀！哎，我妈很纳闷啊，怎么可以这么重？经过医生的缜密分析啊，是因为我妈吃的太多，吃的太多。那当时啊，我妈为了生我嘛，遭了大罪了，还罚了巨款，多少钱？300块钱。那个提到减肥啊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养猪啊，养猪啊，养猪啊，大体上分2种模式嘛。第一种叫圈养啊，为了主要是那些饲料催肥嘛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半年后能长到200-300斤嘛，就可以成功出栏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它叫什么？叫放养模式嘛，就是跑山猪嘛。这都是那种天然无公害的那种食物嘛，对不对？
它运动量非常大，满山跑吗？吃肉多，肉质好，养半年才一两百斤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姑娘们，跑山猪一般都是大长腿哦。对于那些要减肥的同学啊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跑山猪的先进经验，能在猪的身上找到你前进的动力和方向。朋友们，高三了啊，学习很辛苦啊，抽时间多运动，能释放压力，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吃饭的时候啊，特别是女生啊，多吃一点嘛，拿出你平时能一口吃一个包子的豪气嘛，对不对？为了备战高考嘛，实在看不下去了吗？还可以自欺欺人吗？手机上不是有那种一键瘦脸和长腿特效吗？你看向老师就没有这种压力啊。有人说向老师脸好大呀，我自带大头特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又说向老师，哎呀，你腿好短呀。我说过我要做长腿欧巴吗？短腿欧巴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同学们啊，要成功必须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。我就最好的，你再努力都得不到我。那么我们中国的茶叶也能提神，茶怎么提呢？那么茶叶中啊，它除了含有咖啡因，它还有叫茶碱。那么茶碱啊，它也能提神啊。那现在很多人啊，他不喜欢喝茶了，你要买茶叶，要取茶叶，还泡开水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泡了开水还不能直接喝啊，烫嘴啊，烫嘴啊。那么关于中国的茶叶故事很多，在1773年，英国立法，他让东印度公司去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贸易，茶叶贸易嘛，然后还征收茶叶税。当地的茶叶贩子坐不住了呀，这是断我财路啊。于是啊，东印度公司几船来自中国的茶叶就被倒进了海里。波士顿清茶事件，英国人得知以后恼羞成怒啊，那是老子刚买的茶叶，这帮兔崽竟敢在太岁头上动斧啊！马上派兵进驻北美啊，然后双方的对立情绪逐渐升级嘛。2年后，美国独立了。那么中国的茶叶很惭愧啊，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呀。